儿睡觉了，刚刚不小心笑出声了，我先出去笑一会。你才怪，40万播放，都40万播放了。而且我打开抖音，大家全都是艾特我这个，我打开 B 站也全都是这个，我甚至打开我的微博，我发一张自拍，他们都要说我发张吃的，他们都要说吃饱了起来跳跳科目三。我上次还说我真的好想骂一下，都是哪些傻在跳科目三啊。但是我一想想，哎，我干的这个行业，我的很多同行都跳过，我就没法说。那我就想我知道一下，都是哪些傻喜欢看科目三呀，快让这个事情过去吧，快点吧，我真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一点。我也很讨厌科目三，但你跳的真的很棒。我现在感觉我血液倒流，开多少个跳科目三？不可能，30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谢谢三文鱼刺身续费的钻粉。完了，很危险了！哎，别呀，不会真有人想看这种东西吧？我真的汗流浃背了，老哥们，我真出汗了，不开玩笑，你们给我整紧张了。别了，真该死呀！我真该死呀！我是想着肯定不可能，不是 BGO， 老子骗你那么久的钻粉，你从来没有上当过，就这个时候你搁这开口，我都记住你们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30个币还没有，你们这20几个币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记住你们了。谢谢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好热心哦。我怎么可能马上学得会啊？那给我一个晚上嘛，明天一来就跳，行不行？哎呀，答应了就是了，不会滚刀了，早就想跳了。我真的好后悔，我现在就是2个字，后悔。我感觉我的人生越来越黑暗了，你们懂不懂这种感觉啊？现在相当于一个美女主播生意下了播，还对着镜子在那学科目三。来首玩曲。一笑江湖是什么？